看过很多美食节目，我也想试试这种旋转的效果。翻出家里的一个 Lady Susan， 不过这是个手动的，不推它就不会转，需要想办法加个电动装置。从旧玩具上找到一个小电机，焊上电线通电试一下运转正常。轴上套一段乳胶管，用来增加摩擦力，想办法固定在一个木块上。摆好转盘，压住小电机的轴。桌面太滑了，运转不了多久电机就跑开了。在木块下面加一块防滑垫，用来增加摩擦力。